นะ佛陀向佛陀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现在就回到我们现场最佳男主角新逢法师，法师请。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幽默的司仪。我不但喜欢小朋友，我也喜欢中朋友，我也喜欢大朋友，我更喜欢老朋友。啊。
好，尊敬的海印古寺住持传一法师，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各位喇嘛，扎西德勒，很高兴呢，我好像觉得上次讲经好像才刚刚在上个月的感觉，六月份来了讲了海印古寺的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好，请切换幻灯片，请看幻灯片。这个上一次讲的呢，事实上只是开场白。伟大的龙树菩萨是文殊菩萨化身，所以我们今天呢，这是会继续讲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照我的惯例，我很希望在讲经之前能够带大家一起共修，是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念观度上部，然后呢，希望为自己为一切的众生能够发菩提心，念普贤行愿品。各位可以看得到，海印古寺呢住持还有会长副会长法师跟全体干部呢都非常的用心。好，大家请合掌，看第一页，为自己跟一切的众生，也为新加坡跟无量无边的国家无量的众生呢，能够呢一起来念，念的时候把心静下来。
而生有些即无些，一切如来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动最是诵救菩提者，化尽一切皆前进，转移如三妙法轮，诸佛若依是涅槃，我须知生我现今为缘，就是杀生戒律罗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我心，我知无是转化轮，随喜善为诸善根，为想众生即佛道，愿将一世生功德回向无上正法界，今将我化集诵谢阿弥中通三昧音，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我坦谤我化动，如是一切智业障，其皆消灭尽无余，念念持咒即化解光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即业烦恼尽，如是是化光无边缘尽，回向亦如是，南无大宏普贤菩萨，大宏普贤菩萨，南无大宏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阿弥陀耶，大地耶，大阿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谢尼咪谢谢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陀揭陀耶罗帝耶陀，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谢尼咪谢谢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揭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多佛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帝阿弥利多毗迦兰多谢尼咪谢谢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好，请看幻灯片，请各位合掌，一起跟我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翻开讲义第26页。好，请看幻灯片，今天是讲龙树菩萨的菩提资粮论 Part 2。 事实上上一次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讲义只有讲到一半，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是用第一次的讲义。那这一次呢，讲的主题是很特别，刚好依上一次所讲的三种慈悲而发展的六度波罗蜜。刚才司仪两位青少年班的莲友说他们想要做菩萨，对，菩萨必须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发菩提心；第二，听闻正法；第三，要了解六度波罗蜜的道理；然后第四个，要去实践；第五个，要发愿与回向。所以这次的讲座从今天开始，先以讲义第一次的讲义继续讲下去。那从26页开始讲，那这一次的讲座比较长，有8天，每天晚上都会有讲2个小时。那今天第一天，明天因为礼拜天刚好遇到海印古寺要扣钟，所以明天没有问问题，从10号才开始问问题。好，所以各位有问题的话可以请你写下。那至于上一次 Part 1呢，很多人留下了一些问题，我在相关的地方我会回答。好，在讲经之前我要首先真诚的赞叹，也随喜海印古寺传仪法师，我的介兄跟所有常住的发心，他们动员了很多很多的人，花了快6个月，终于把第一套的菩提资粮论全部做出来了，好像印了1000-2000套，所以今天晚上走的时候，请各位在门口不要太急，每一个人供养一套，那先拿一套，最多2套，不要太贪心啊。对，我发觉啊，有时候莲友呢一有法宝，哇，通通拿，拿了以后你要用啊，这都是十方的供养，最多一个人拿2套，好不好？那前面呢，有些你没有听到的，你可以复习，尤其是讲三种慈悲。很重要很重要。一般我们理解的慈悲就是说，我对人好就好了，事实上不单单这样。待会我要复习三种慈悲，因为有慈悲跟智慧才发菩提心，然后行六度波罗蜜。那六度波罗蜜里呢，在讲义27页，第一个要先修的倒不一定是布施，而是要先修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次讲座8天，我预计会把六度波罗蜜全部讲完，很详尽的讲。所以希望大家虽然很辛苦，做工很辛苦，但是新加坡都很近的，那希望你珍惜听经的法缘。好，这一点是先谢谢海印古寺，是由十方众生供养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甚至还做了 subtitle 的样子。好，我们先以热烈掌声谢谢海印古寺，谢谢。好，请看26页，26页，请看第5行，大智若度论里面讲，行菩萨道至少要3种条件，要智慧门、慈悲门跟方便门。请看幻灯片，这是商业精舍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我供到这尊千手观音我也很欢喜，它来自于中国四川。注意，千手观音一般是站得多，可是刚好呢，这个是盘坐的，很特别，因为它有实地，然后呢，这个它盘坐刚好是我们那时候也上禅观的课。当我们的精舍成立的时候，在2004年12月21号正式开光的时候呢，当这个佛像搬进去的时候，我做了这辈子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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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梦，就是弘扬佛法，利益众生。至于梦的细节呢，就秘密 secret 就不用讲了。接下来再看，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根本，慈悲是很重要的。慈悲听好，有不同的层次，有清净有不清净，有杂染不杂染。慈悲是通于其他宗教，也通于人道的伦理，但是这里讲的大慈悲就是要有广大的平等心。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这是普贤行愿品的寄送。今天我也会介绍普贤行愿品。好，请看这张图像，这张图像事实上中间呢，它是准提菩萨，准提佛母是16只手，背后才是敦煌的壁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这尊这个壁画跟雕像是在台湾的高雄一个
寺庙里面的，非常非常的庄严。先说一下观音跟准提有什么不同。修千手观音法门的人必须斋戒沐浴，而且一定要吃素，这样的话你念大悲神咒才会比较相应。可是观世音菩萨也知道所有芸芸的众生啊，每个的业跟烦恼不同，有些人呢、他呢的工作或场合呢，动不动呢就要拿一杯酒、叫做不一定不汤吃金鱼，是不是？我台语不太好，就是酒杯啊要跟人家敬酒，意思是说他的商场上可能要喝酒，他可能必须要应酬客人，要吃肉，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很想修行，那念准提神咒可以。因为准提神咒里面说，若有众生善男子善女人，不能断酒肉或是男女种种欲望，心有想修成就无上的佛法，可是他却想修行，那就修准提神咒。准提神咒，那你必须先买准提镜，然后结准提手印。若有善知识教你，那就很好。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位善知识，就叫做南怀瑾老居士，他就是专修这个法门。那你若没有不能遇到善知识教你，那你就在呢佛面前念大轮金刚陀罗尼咒21遍，然后完了以后你就念准提神咒。那大轮金刚陀罗尼出自在呢中国的安乐妙宝里面，各位可以去查，所以那你就可以修准提法门。其实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悲心啊，所以这幅雕像是前面雕像是准提菩萨，背后是千手观音，所以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指出慈悲有三种，请看26页第九行。听过的要复习，佛法要复习，没有听过的请专心听。第一个叫众生缘慈，第二法缘慈，第三叫无缘慈。众生缘慈翻成英文叫做 compassion with reference to all sentient beings， 比较简单，就是 being， 就是你看到众生而升起慈悲心。这个众生包含好的众生、不好的众生，跟你有缘的众生跟没有缘的众生。我上次讲经过，各位想一想，你哪时候看到众生会掉眼泪？各位你知道吗？我有两种情况会让我掉眼泪。当我常常呢看到众生我很感动，但是呢我会帮助他，但真是会让我掉眼泪的是什么？在菜市场里面我看着呢断手断腿的人这样爬，然后跟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给我钱。那时候我觉得很众生很可怜，那呢我也会给他钱，不过给他不会多少钱给他台币呢，那么新币呢1块钱或2块钱就好。然后我给他的时候会念他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心里发愿，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那有些人呢他会很有善根，拿到你钱会感谢感谢谢谢，有人一看吼这口娘呢修这啊不修旧啊啦，就说你给他2块新币哦，太嫌太少。我还在印度呢，我记得呢我给人家钱的时候他还破口大骂，骂我钱给他太少啊。所以众生是很愚痴的。第二种情况是让我会掉眼泪，各位因为我最近每一年都会放朝圣的幻灯片，所以也很多人去印度跟尼泊尔朝圣。在印度呢，尼泊尔很不幸的就是人口太多，尤其印度没有像新加坡或台湾这样有很好的社会福利跟教育，所以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呢，爸爸妈妈叫他什么？做乞丐，念书没有用的，念那么多没有用的，甚至呢他一出生爸爸妈妈就叫他做乞丐。让我一个让我更感觉很残忍也很心痛的是，有些爸爸妈妈你知道，因为你家生小孩嘛，别家也生小孩，一窝蜂呢跑出去的时候，旅游观光客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要钱。那像我大部分都会给他巧克力，所以我别号叫 Chocolate Monk， 巧克力法师，我都会给他钱，不会给他钱，对不起，讲太快，我给他糖果，然后我鼓励他这样子。但是我听到呢，有些爸爸妈妈为了要让孩子抢到钱，把他一只腿都打断了，很残忍。为什么呢？因为两只腿讨不到钱呢、打断一只腿，他还有一只腿可以走，不然就是把另外一只手把手指给砍断。你可以相信吗？
在新加坡听来可能讲，哎呀 ，illegal 哦 ，everything follow the law， 对不对？那一定把他抓起来关。可是，在其他国家就是这样啊。众生啊，父母啊，可以为了要让小孩子得到钱，不给他念书，因为他觉得念书没有用，念书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每一天去讨乞丐呢，赚到钱呢才是真的。然后呢，为了呢这么多人抢生意 ，competition 啊，对不对？全世界生意都很不景气，做乞丐也很不景气耶。那为了要抢到钱呢，把小孩子的脚给打断或残废的，我是亲眼看到了，很残忍，很残忍。所以众生无边呐、啊，众生是很苦的，请看幻灯片。摄影的人请常常切到幻灯片，因为我会讲一个段落。第二个叫法源词 ，comparison with reference to reality。跟人无我跟法无有有关。第三个叫无缘词 compassion with without reference point， 就跟呢一切的这个世俗地的这个分别的缘没有关。好，请看一下幻灯片，是复习一下什么叫生缘词，就缘想众生而产生。这里的众生呢，有好的众生，也有不好的众生，也有清净的众生，也不好的清净众生。那请问，假如你遇到强盗来抢你，那你要不要修慈悲心？那当然要，当然要。强盗抢你的话，那你就给他抢吧，不过能够为他说法更好，对不对？说佛法。或者他抢的时候呢，你说我要钱我给你，要命我没有，我只有一条，那你不要杀我，那我钱给你好不好，那我也不告你。他走的时候你发愿，愿我将来度他而成佛，这个就是缘众生初发心菩萨应该具足的慈悲心。以前讲过，这是复习。就像什么母亲一般，母亲啊一般对自己的孩子都很关爱的，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啊啊，各位新加坡都住政府主屋。当你的亲朋好友呢啊出去的时候，左邻右舍请你帮忙带孩子，你愿不愿意带呢？有些比较熟的他会愿意带。好，各位护法干部可以请坐，没关系，请坐下来，没关系。好，今天没有发问问题，你们很辛苦了，可以找个位置坐，或坐地板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说，妈妈对孩子是一定有慈悲的。尤其是像我已经出家21年了，今年有时候我在坐到 MRT 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对小孩啊，对不对，照顾的时候我也感动流眼泪。我想哎呀，以前我小时候也挺顽皮的，妈妈要照顾我一定很辛苦啊。你看妈妈她没有钱，她还是要赚钱来喂小孩啊。那么表示说妈妈的慈悲心是佛性的流现，但是这是有条件，因为跟她有缘她才帮她。所以你看我们圣地里为什么在西藏常常说要视一切等虚空如母的众生都当过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放生护生以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第二个法源词就是缘想法理而生，是已经知道了菩萨道的殊胜，发菩提心进入菩萨行所应该具足的慈悲心。像什么？像老师，老师依什么？依世间做人的道理跟学校的这个教导你的真理来教你。老师呢是不管好学生坏学生，只要是我班上的学生我都应该教，对不对？老师是依什么？依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来教导你，这个叫做法源词。好，你看看动物之间也有可爱的地方。这个是我在达伦萨拉，有一天我们去朝圣的时候，刚好太阳出来，看到两只猴子啊，看我抓你，我抓我，亲一下，对不对？动物之间也有慈悲的真理。其实呢，所有的动物里面最残忍的是谁？人类 ，human being。我们会捕鱼啊，我们会打猎，你从来没有看过猴子来打我们人做猎吧？所以其实最残忍的是人，为什么？人太聪明了。它不一定用在正确的地方。接下来第三个叫无缘词，就离一切缘想。简单的讲，就是没有一切的条件，就是你帮助人家没有条件跟报酬 ，without any feedback，without any reward， 这个叫做无缘词。无缘不一定是指说
我们常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不是指没有缘，而是离一切缘想，就是我没有分别妄想跟执着，我帮助你是真心真意的。这个是已经证入无生法忍八地不动地的菩萨，他才做得到。像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地藏啊，那大菩萨，乃至于弥勒菩萨这种大菩萨才能做得到的。好，举方说像谁 ？Doctor and nurse， 譬如说在医院里面，医生跟护士，他的目的就是什么？救人嘛，对不对？现在救护车突然呢送进来了，不管是 car accident 或是 family accident， 反正各种 accident 一进来呢，他一定会救，他不会呢检查你说，哎呀，你这个是黑道，我不救你，出去，不可以。好人坏人都得救，黑道白道都要救，文武百官跟贩夫走卒，只要送到医院来，医院的这个 law 就是我要救你，这表示什么？他不会去看你的身份 ，ID 卡、啊、身份啊。Title position 啊，他不会，他就是救你的，尽心尽力救你，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无缘慈。好，这个三种，看好听好，妈妈、老师、医生跟护士，后面是比较难的。同样的，我们对别人也是这样，一般的莲友就说，哎呀，我们要去共修啊，哇咖哩，看无缘呐，我们两个比较有缘，我们就去。那问一问，突然有个莲友说，哎，我可以搭你便车吗？看一看。长得好丑，不可以，你自己坐。啊，同样都是一起去听经吗？同样都一起去共修啊？为什么你不给人家一个方便？除非你坐满了，或是不方便。但是我觉得内心里你要欢喜心，所以慈悲啊，这三种啊是不太容易修的。一般呢，我们讲慈悲是跟人家结结善缘啊，吃个素啊，送个法宝，其实那还是最低的第一层众生缘慈。所以大家应该从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去努力，这样子最后证入无我的时候，才会像观世音菩萨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请看幻灯片，就像大海中芸芸的众生鱼类，每一个都是平等无二的。你看它都是鱼，可是它也有佛性啊。我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呢，看到有蟑螂、蚂蚁，或在家里有一些昆虫，它也有佛性，哎，所以你不要轻视它。好，这样子呢，你的慈悲心才会圆满。好，接下来再看菩萨的三种正因，是26页倒数，26页第26行，大慈悲心 （Universal Compassion）。好，我为什么不能翻成 big compassion？ 因为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是广大无边的大，所以英文用 universal compassion 会比较适合。无二会叫 non-dual wisdom， 也可以叫做 ultimate wisdom， 出世间的智慧。无二是没有能所的对立，我后面还会讲。第三个菩提心 bodhicitta， 翻成英文 the mindfulness of enlightenment。有人翻成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也可以， mindfulness 是比较细微的，叫做正念。所以做一个菩萨，听好，不是那么容易，要大悲心，要有无二的智慧，要有菩提心。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说，哎呀，老菩萨你好发心啊、哦！其实那个是菩萨摩诃萨，不是，还没有做到佛经讲的这个，但是只说你很发心，不为自己，为一切的众生，这很好，你有悲心。但是你有没有菩提心呢？第二个，你有没有智慧呢？这三个条件都具足，才叫做初发心菩萨的凡夫。所以这个标准是比较高一点的。假如他只是很发心做，但他没有智慧，又不知道菩提心。菩提心简单的讲，就是帮助自己跟所有的众生，我都要成佛。举例，各位大家知道 South Africa 全世界都很多难民，都很多灾难，你要发面包永远是发不完的，你要发衣服永远也发不够的。当然你用衣服、医药、这个面包去帮助他，这是很好，这是什么？你跟众生结了一份善缘。但下一步呢，你应该更进一步，是吗？解决他心中的痛苦跟烦恼。第三步，你要用佛法帮助他，否则你今天帮他，他明天造恶业，到了年底以后，他跟你说，哎呀，师父，我又病痛了，我又呢
发生 car accident 了，你还是要给他医药费的，你反而要教他不要乱杀生，不要乱起嗔心，不要呢动不动呢嘴巴很毒伤害别人。你这个不改的话，你吃了多少的药，我们叫中国十全大补丸，越补越大洞啊，你身体还是很不好的，知道吗？好，所以你要从根本上去改。至于我刚才说发衣服发面包或医疗，这是只是治标而已。所以听闻佛法，佛陀治标跟治本他都做，但根本比较重要。我们若不听闻佛法，我们不从自己的烦恼习气去改的话，对不对？这边你做功德，那边拼命造恶业，身体还是会很不好的。好，在这个菩萨的三种正因里面，北传佛教无二会是以文殊菩萨做代表，大悲心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菩提心它是产生力量，所以产生以普贤菩萨做代表。那在藏传佛教里面，无二会当然还是讲悲央 Manjushri Bodhisattva。 第二个大悲心是以 Jnanasik 就是观世音啊，不管是恰东坚洞千手观音或是四臂观音。菩提心呢，它不是普贤菩萨，反而是呢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是西藏佛教，但是它事实上是什么呢？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势至菩萨做代表。所以你看一下啊，门口呢这几天会结缘山西崇善寺的这个华严三大士，我非常喜欢这三张佛像。为什么呢？因为它右边是千波文殊代表智慧，中间是千手观音，左边是普贤菩萨，这是代表华严的善财五世童子五十三参的第一参、二十七参跟五十三参。我们现在很少这样供，我们大概都是华严三圣。你看我背后也是华严三圣，背后西方三圣。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三个菩萨是一起供的，代表智慧、慈悲跟怨恨。我们常讲悲智双运，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发广大的普贤菩萨的怨恨，无有穷尽的怨恨。接下来在金刚乘里面呢，它上面是阿弥陀佛，中间四臂观音，你们看到的右下角就叫金刚手菩萨，代表力量，左边是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所以这是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不同的地方。好，今天请看27页。好，我们今天正式讲座第二次。好，我们看经文27页，请看科判甲二，明白了解修习菩提资粮的本体，要有第一个资粮跟第二资粮。第一资粮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第二资粮才是五度波罗蜜，在后面。第二资粮请翻开30页第23行甲三，第二资粮是指五度波罗蜜。哎，工作人员帮忙一下，这位第二排的师姐穿红衣服的，她没有讲义，拿给她一份。那再翻回来，所以27页第二行甲二，明菩提资粮的根本应该是宣学智慧，般若波罗蜜。这里的智慧有好多种，待会会讲，请看。以一因地，以法空性解般若，以诸法没有自性来相信了解佛陀跟外道不同的教法，就是般若波罗蜜。请看问二，尊者已说资粮教缘起，今应该说资粮的本体。体就像金刚经讲体相用，我们人都有本体。举一个简单例子，体相用，你说我人坐在这里，我的本体是什么？我的佛性。相呢，我现一个出家相。好，我是一个男众，是一个出家法师。用呢，做什么呢？我在家里是我妈妈的儿子，我爸爸的儿子。我到了学校，我没有出家之前，我是学生的老师。到了佛学院，我去教书，哎，我是佛学院的法师。出来弘法，我也是法师。所以用，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各位，你在家里你可能做先生，可是你碰到你的爸爸妈妈，你是儿子。
你碰到你的老板很恭敬，你是员工，对不对？发红包的时候你是大老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在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作用，所以叫体相用。现在我们要知道本体，本体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请看经文，答二 V 十四第十四颂：即为菩萨母，亦为诸佛母，般若波罗蜜是觉出资粮。他说一切三世诸佛的妈妈，这是这比喻是什么呢？也是一切诸佛的母亲。所以释迦牟尼佛由摩耶夫人出生生下来，摩耶夫人实际上代表什么？般若波罗蜜。我再讲一遍，释迦牟尼佛由妈妈出生，妈妈是代表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觉顿号出资粮，是觉性，我们成佛找到自己觉性的出资粮。那在这个般若波罗蜜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其中简单的叫做苦空无常无我，这都是般若波罗蜜的部分教法。当然在大智度论或般若经里面它讲得更深，所以我这边会慢慢介绍。好，请看北传佛教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他就代表般若波罗蜜。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中国大陆中国的华人跟四大菩萨很有名，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对不对？地藏菩萨是九华山，观世音菩萨是普陀山，五台山是文殊师利菩萨，峨眉山是普贤菩萨。那我曾经去过五台山两次，我也讲了文殊十大愿在新加坡流通。所以文殊菩萨，你想一想，一般人修文殊菩萨的法门是什么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好，我们跳回来，我们想地藏菩萨。修地藏菩萨你会修什么？念地藏经，还有呢，地藏圣号，灭定罪真言，拜地藏忏，对不对？好，接下来观世音菩萨法门就很多很多了，念什么？心经、大悲咒、六字大明咒、普门品、妙法莲华经，还有呢，准提咒，对不对？好，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有很多，有长的有短的，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现在人很忙，叫他念很多很难，所以他长中短多的跟少的法门都有，所以这个众生的缘就比较广。那请问普贤菩萨你们修什么法门？念普贤行愿品，对，这个丛林客颂有十大愿王。另外呢，念华严经也是普贤菩萨会加持。还有呢，念什么？妙法莲华经里面呢，第二十八品劝发菩提心仪里面有讲到什么？普贤菩萨的陀罗尼咒，那个也是一个方法，比较少人弘扬。还有呢，你想想看，普贤菩萨，一般人知道普贤菩萨的很少。一般斋公斋婆啊，或佛教跟道教会拜的大概是什么？观音，还有什么？地藏菩萨，当然也拜释迦牟尼佛，也拜阿弥陀佛。可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听到文殊师利菩萨跟普贤菩萨，所以可见文殊跟普贤必须要发广大的菩提心啊，他才会听到。那请问文殊师利菩萨你们修的是什么法？各位都不知道，你们天天念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它是文殊菩萨修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修的。也就是简单的说，凡是所有般若法门，不管是心经短的最短的，然后呢乃至于念心经的咒，好，所以我今天会讲一个段落，会跟你要修般若法门，因为般若法门才会断掉你很多的执着。我发觉很多莲友他很精进，可是执着还是很深。所以我每一个人每一年都要来新加坡呢，看很多人的这个定的功课，每一年都要改。因为其实你没有了解，万变不离其宗啊，对不对？所以可见有些的众生细微的执着他很难改。譬如叫他念呢释迦牟尼佛习惯的人呢，叫他念阿弥陀佛他就不高兴。那念观世音菩萨呢习惯的人呢，叫他念其他的佛名号他也不高兴。那么很固执啊，知道吗？然后可是呢真正要他念的时候呢，什么都念，呵呵，什么都拜，对不对？觉得呢，龙摆啊，
有好就好啊，有效就好。所以我们凡夫里面没有智慧去分别，所以闻心经、般若法门、心经、金刚经，乃至于大般若经、大智度论、现观庄严论，都是文殊菩萨要教的。我甚至跟你讲真话啊，不管你求生到弥勒内院，或是药师净土，或阿弥陀佛净土，或是到灵山会上的法华净土。好，我前几天在双林寺刚讲完法华经，我知道在座也有一半的莲友都在听，非常的欢喜，谢谢你，谢谢你的捧场。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真话，真话，真话，就是不管你修无量的法门，最后要开悟啊，你要拜文殊菩萨做老师，你要修般若的空观，才能够把你的人我执跟法我执才能够断掉，断掉以后它才能出轮回。若让你到净土里面，你断得越多的话，你证悟会越高。所以将来有缘，我会希望我太多的希望，但福的因缘不够，希望在新加坡若开佛学班，初中高的时候，中级班呢，我会有一班呢，我会开六度波罗蜜，就是读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很深，我知道也有法师在讲，不过呢，它有它的殊胜的地方，所以中国佛教五台山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好，是代表般若法门。接下来你看，他拿智慧剑斩断一切所有众生细微的烦恼，他也带五方佛的宝冠。所以带五方佛宝冠不是只有地藏菩萨，假如你有机会去浙江法雨寺，对不对？观世音菩萨有一个毗卢观音啊，他也带五方佛。换句话说，文殊普贤、观音、地藏，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有五方佛的功德。所以你在堰口里面会看到呢，为什么坐在师父中间主法的师父都要带五方佛宝冠，是代表具有五方佛的功德与智慧。接下来看北传佛教，它有五方佛啊，五方文殊，文殊不单一个，有五个，代表东南西北中五种不同颜色。好，这个照片里我只拍到四尊，是因为呢我没有广角镜头，对不起。大殿事实上它是五方文殊。好，这是藏传佛教的这文殊师利菩萨。五方佛里面它配种五种颜色，其中五方文殊的主尊啊是这橘黄色啊，代表文殊师利菩萨。再看它有五方文殊，然后呢它有东方，事实上应该是五种颜色，对不对？东南西北，中间是白色，但是它这个烫卡把白色跟黄色都要对调，所以它有东方是蓝色，好，有蓝色、橘色、红色，应该照道理是绿色跟白色。但这五方烫卡它有经典拿不同的法器，这是藏传佛教的五方文殊。接下来这是我们商业金色呢，还所供奉的华严三圣的文殊师利菩萨。所以我希望各位莲友听经这个段落里面，你要必须发广大的愿心的话，你应该供华严三圣、文殊跟普贤，有供跟没有供功德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明天开始大会会跟大家结缘很多法照，那在双林寺也有结缘过。接下来请看补充资料，不在讲义里面的，请看智慧分三类。以大乘庄严经论著书说，可分为一世间的智慧，二出世间比较低层的智慧。你可以自己写，这个在讲义里面没有，因为我发现还是要留一点作业给你们抄，免得全部都睡瞌睡打瞌睡了，尤其这么凉快又有冷气，对不对？好，感谢这个很舒适的环境。在大乘庄严论经论的智慧分两三种，第一个世间的智慧，第二个出世间的智慧。那简单的说，你会说师父什么叫世间跟出世间？注意听，世间是以世间跟名利呀、名闻利养相应的叫世间。你在世间就要工作啊，要生活呀、要 title 啊，要 position 跟 evaluation 啊，对不对？要有这个抬头，要有一个身份地位。第二个 evaluation 呢，就是呢你的评价嘛。世间有名利的这个抬头，出世间啊是指与戒定慧相应。我们来学佛法，
我们不一定要很多的抬头，反而淡泊一点，低调一点最好。出世间里面的智慧有分为低层跟高层的，低层的是指声闻层的智慧，高层是指菩萨跟佛的智慧。好，请看下面第一个，世间的智慧像什么？我把幻灯片都打下来，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好抄。譬如说我种田的，新加坡好像现在比较少种田，因为田比较少。在台湾呢，还有很多农夫种田的，种水果的，他要学很多知识啊。譬如说一个芭乐怎么样种啊，一个葡萄怎么种啊，才不会蜜蜂啊咬它，对不对？还不要喷太多的农药，要包装很好，要进口很好。台湾前一阵子呢，因为没有品管，送到日本的香蕉全部呢，600万的香蕉全部被退回来了，反而被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香蕉进口占了上风。所以可见你在世间学任何东西都要不断的学习农业知识的了解，这个也是智慧。那以现在来讲呢，像第四类手工艺，像电脑 computer 也是很高度的智慧。第二类对英明跟理哲学，就是像数学老师或是呢学 banking 或 accounting 的，就专门跟数字有关的，对不对？有些人他学数字的就很清楚啊，对不对？他一看到呢这个数字他就很敏感，是少一个零跟多一个零差很多啊，对不对？100万跟1000万跟1亿啊是差很多的、啊、对不对？所以你在汇款的时候你不要写错啊，对不对？所以数字你也要了解。第三，有些对于文学跟诗歌，好，比如说做佛教的音乐或是诗歌文学，那他也很有才华，这个也是智慧。像很多佛学班的老师，他必须懂这些才能够教育小孩或青少年。第四，有些呢老菩萨，我说老菩萨就煮饭的，很会有手工艺的智慧，专门做粽子义卖，这个也是智慧啊。你煮的粽子不好吃呢，就硬邦邦的；煮的太烂很难吃，煮的没有熟呢也卖不出去。所以这个也是有手工艺的，是像佛教很多的寺庙里面都有 gift shop， 打中国结或什么，这个都要有智慧。当然你要以欢喜心跟菩提心去做。接下来看出世间比较低层的智慧，是指声闻跟缘觉。声闻就是修四谛。缘觉十二因缘，它依闻思修而产生的智慧，比方说苦、空、无常跟无我，听好，这个就是世间没有的。甚至简单的讲，像四圣谛、苦集灭道，这是就是佛经里面才有。你在学校里面呢，从来是不会读到苦集灭道的，除非上宗教课。那他告诉你，众生是苦的，所以苦你想要只要出离得到快乐。空的就是告诉你一切呢都是无常的，会变化的。听好，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很多老菩萨也说啊、这也空那也空，大家口袋都空空，可是我袋口袋绝不空。很奇怪，有些老菩萨会常常写一些很奇怪的句子，不是这个意思。空是指它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举个例子，刹那刹那都在变。看这里，今天种的这个花，插的花很漂亮，明天花就开始干一点，后天花就花了。所以好花不常开呀、啊，好景不常在、啊、所以这个才叫做空性。空不是口袋空空，我们中国人对这个空啊，有时候理解会错误的。无常是刹那刹那都会变。你看这次我讲座的时候，很谢谢有一两位莲友给我6月份的时候我们在门口拍的照片。那时候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哎呀，那时候我火气真大，对不对？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不太一样，对不对？我现在比较庄严了吧，对不对？今天没有火气，对不对？其实我为众生日以继夜呢，哎，都不一样。我曾经留过我自己小的时候照片，然后学校的照片，大头道的照片，出家前跟出家后的照片。我出家前呢，我真的很不好看的、啊，这样的。出家以后很庄严，因为我3年念了3000部《无量寿经》，我整个头都是亮亮的，放光。真的，我照片还在。那这几年的东奔西跑呢，很多莲友都看到我，师父你瘦了。我说我是不增不减啊，因为我们家族就是这么瘦，所以供养我的人跟大寮煮饭的人不要失望，我是养不胖的。
对，因为我的体质就这样。不过养不胖也好，因为走的时候会自在一点。假如很胖的话，像大象，那走路不是很辛苦吗？对，心脏病啊，对不对？还有什么高血压、脚气病。所以你要知道身体是无常的，这样子你才不会执着我、无我。无我的意思是说，佛教徒虽然身心要很清净庄严，但是真的希望你听了佛法以后啊，少拿一些钱去买化妆品吧，那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啊，对不对？你买了这么多牙膏或化妆品，你让涂啊涂啊涂啊，最后死的时候还不是臭皮囊一个呢？棺材一关起来的时候呢，大家都看不到你的化妆品啊，是不是？所以各位女居士们要想清楚，庄严很重要，有时候清净要，但是不要像世俗一样还是放不下。这是指出世间低层的智慧，我只能简单讲，不然我讲座会讲不完。再来看出世间高层的智慧比较高，是修学大乘菩萨或佛乘的人，依闻思修而产生大乘的般若空慧，举方说通达一切法无生无灭无实体毕竟空寂的教法。这个很深，为什么很深呢？因为这是你从来没读过的。比如说在读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有一次我就遇到小朋友问我，师父，我们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我摸着我还有鼻子我还有眼睛，为什么说没有呢？请问各位老菩萨，你怎么答？很难答，对不对？所以这个空性的教法，佛常常用什么？用云比喻，虚空比喻。你现在看到你有鼻子啊，其实你假如人活八十岁以后，八十岁以后鼻子就不见了。所以表示说不是没有鼻子，而是鼻子不是个永恒不变的。你身上的细胞像昨天的细胞跟今天的细胞就不一样。假如你昨天不洗澡的话，你今天就会觉得好臭，对不对？但是你去印度朝圣的时候，一个礼拜跟两个礼拜没洗澡没关系，大家都一样臭。所以喇嘛们功力都很深，因为他们很少洗澡。对，因为环境不一样。可是呢，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执着这个呢？因为你不了解无生跟无灭的道理。所以听好，般若经、金刚经啊，是很深的。你为什么要每天读金刚经呢？对不对？如来无有疑，众生得度者；如来若有众生得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念了半天呢，你觉得在绕口令，其实它就是要迫使你告诉你，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的，你看到的都是虚妄的，你看的都不是真实的。我再讲一遍，你看到的都是假的，看到的都是虚妄的，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请写下来，然后开始教自己观察。观察什么？人家骂我一下，哎呀，我没有学佛之前真的非把他骂回去，对不对？不报此仇不报非君子，对不对？对不对？可是问题呢，你把它当真的。可是假如你学佛以后真的有慈悲甚至有智慧的话，人家骂你一句哦，你还是会发脾气的，不要骗人。但是你会知道，哎，我干嘛要发脾气呢？啊，算了吧，对不对？冤冤相报何时了呢？就算我骂他骂赢了又怎么样呢？你就会控制自己的念头，下次人家骂你，哎呀算了，他没有学佛嘛，可怜悯者，众生很可怜很愚痴啊，对不对？原谅他吧，